家好，我是 Christian。 剛才可能大家都看到我做了一個訪問，我現在不是 MC 的身份，我現在以花水師爺的身份就訪問我們其中一個贊助，那就是 Alexis。 Hello， 你好，今天不好意思，你聽我的聲音，因為呢最近真的辛苦，所以有些菌侵襲我，所以我今天呢做不到花水師爺。啊，其实呢 Alexis 呢佢呢两日呢都好辛苦啦，咁佢又会帮我哋呢送书去呢唔同嘅出版社，真係唔该晒你呀。咁好啦，咁我知道呢今日你负责音响拍摄。我其实今日呢係负责劳动力嘅，其中去买飲品啦。咁我仲有一样嘢呢就做 print 晒所有关于今日参与呢个活动嗰啲嘉宾。咁呢你对于我哋今日嘅活动呢有啲咩感受呀，或者係有啲咩评价呢？梗係掂啦，一睇成个场已经咁多人，同埋呢个感觉好舒服囉，同埋你两个师爷都趁今日嗰、那个成个 backdrop 嘅。哦，要多谢呢 Yogi 啦，同埋仲有多谢我哋筹委会主席 Suki 等等呢咁多位嘅帮助啦。其实全部人都要多谢，因为冇大家嘅合作呢，今日呢本书呢係未必咁快面到世。是啊，咁不如你都呼吁一下，同我哋嘅观众咧讲下咧，咁叫佢哋咧多啲买我哋本书支持一下。系啊，各位睇到呢、這个活动或者睇到呢个片嘅朋友咧，你多多支持，因为做司仪咧其实好开心，同埋系尽量希望可以帮到我哋，即系中国里面有好多唔舒服嘅细蚊仔，可以希望佢可以医得好翻，有个关心状嘅。咁咁多位观众咧听完之后，如果可以有心有力嘅话，就买呢本书啦。咁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